城市的美容师疫情期间工作量一下增加了好几倍。卢院封路，我们工人只能进院用拖出来，车进不去，只能就是人工拖往外拖，增加了劳动量。 感谢他们的付出，此际送来一卡车的物资，包含了10,600包的大燕麦片。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这个大燕麦片呢，它是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的哈，很营养的东西，也希望你们都保重身体。 发自内心的关怀，是因为非常时期上街清扫比平时风险更高。对这群职业天使的保护，环卫公司也不敢大意。我们到了保洁员的话，他是间接的接触这些这个废弃物啦、杂物什么的。我们会给他们提供这个一次性手套，然后口罩，这些防护用品。自己干的那就活，本身也就是在这个马路上接触人多一些。 一般你们见面打个招呼，打个手势就是了，不用是一个直接说话就是了。工作的辛苦，他们选择闭口不言，而是继续坚守岗位，阻挡病毒蔓延。大新闻，真善美职工周学英、郑元华，山东报道。